首先啊，第一点，特别漂亮的女生她从来就不会想着我需要去搞笑来让别人喜欢我。脱口秀里边有大量的自嘲嘛，对，那个自嘲的背后其实是人生的诸多无奈构成的。对对对，那个美的要命招人喜欢的姑娘没有那么多无奈感，我去坚持我自己认为好笑的表达，还有这么奇怪的角度说这么荒诞的事情。有没有男观众给你喝彩的？从来没有。我最近看上野千鹤子这些书，我觉得我倒不是说当中学就是说了解了多少这个理论啊，我觉得有一个让我很惊讶的事情是通过他，我发现日本的女性现在这么精彩了，因为她好多都是对谈嘛，她跟唐山绫子，还有一个叫铃木良美子，我可能记得不太清楚啊，幸田小叶子，这些女性就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她是什么，她自己原来是做那个援交女的，后来去做了社会学者啊，有的她也是这个艺人，然后呢他会说一些在我们看来其实非常出格的话，但是说得非常精彩非常尽兴。还有这个像这个必经记，大家有的人也在看这个书嘛，就伊藤比吕米，他会讲到说我55岁了，我的必经经验是什么啊，这种没有人说过啊，什么潮热啊什么，他说得非常好玩，都笑死了。哎，我当时就想，天哪，我对日本这个女性的了解简直是停留在外国人当我们是清朝留辫子裹小脚，我印象中的这个日本女性还是你说的像真优美啊，像什么就是非常温顺的那种感觉，原来已经是这样了，就是他们向我展示了这种可能性这种多样性，这就让我觉得那好，我也许我不能在生活中完全像他们这样，但是我知道了他展示了有那么丰富多样性。因为实际上这个女性自主和女性文化的多元，它的背景一定是现代化和都市化，日本是比我们更早进入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它在这方面一定比咱们走得远走得早，这个很自然。以及日本的男权文化，我觉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他们男权有点太重了吧，这样的压迫之下才会出现这么多我觉得非常这种非常犀利非常精准的反抗。什么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国产剧里能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女性呢？日本其实她女权是有问题，但是她男权也是有问题的，她就是说实在也不光是日本了，就是全世界都是，就是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在谈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但是男权自己也出了很大的问题的，男人就一天到晚说啊，现在那个经济萧条了，男人你怎么养家，就这个压力是压在男性身上了，就男性这个东西其实他也要为自己争权利的，包括我们现在谈女权的时候，可能男权的这个问题也是一起要拿上来谈的。就男权社会之下的受害者不是只有一方，那当然了，肯定是男权，他们并不一定比我们那个压力更小，当然我们也承担这个巨大的压力啊。对，所有的国家的男人的平均寿命低于女人，啊，所有国家的男人的自杀率高于女人，高于女性，你就知道谁承受的压力更大了。有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忍耐力更强。但是这个在电视剧里面，不管男的女的，好像还是这个颜值，哎，好像还是女的多一点，就颜值还是硬通货。颜值正义嘛，现在我说。但是脱口秀演员好像现在就是女演员，这个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冒犯，哎，不冒犯，就是，不能特别漂亮，有这说法吗？她也不是不能特别漂亮，我自己的感觉是，就是说，首先啊，第一点，特别漂亮的女生她从来就不会想着我需要去搞笑去做那个来让别人喜欢我。这其实但是你搞笑不是为了让别人喜欢你吧？事实上啊，谁都最初你一定是希望别人喜欢自己的，你不可能说我搞笑希望别人讨厌我。不是觉得我有这个才能，我想说嘛。对，因为但是你展示出来的结果一定是别人喜欢你啊。你知道，我小时候啊，我人生第一个愿望就是当一个相声演员。真的，我小时候我第一个储钱罐满了以后，就是3块3毛5买了一本《独角戏集锦》。就上面以前我们就上海的这种独角戏段子我都能背出来的，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女的在舞台上就是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少，你那个角色要么就含有的几个角色，那时候相声演员都没什么女的，好像独角戏也有一些的，独角戏很少，就是你要很泼，上海里面也有，你要很泼你知道吧，你也不是这种性格也不太可能，但你们现在就是脱口秀女演员多彩多姿，而且很多元嘛，对啊，就各种类型的都有。我觉得首先啊，第一点就是但这个也不是说冒犯谁，但我觉得我们对于颜值的评价不要认为谁美就一定是赞美，谁丑就一定是贬低，我觉得这就是个客观事实，大家也没有太大必要。我们有美就是美貌歧视是吧，如果太好看了，被你们歧视。我们也不是也不会歧视谁好看，谁好看这个总是他幸运的一件事情，也没什么好歧视的。但我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一个天生一直很漂亮的女孩在她成长过程当中，她是极少有这种意识说
哎，我需要去成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因为人或他已经早早就获得了非常多的关注，而往往是相貌比较平平的小孩会希望通过自己好笑、自己有趣来吸引别人跟自己一起玩。而且我觉得脱口秀里边有大量的自嘲嘛，对，那个自嘲的背后其实是人生的诸多无奈构成的，对对对，缺陷。那个美的要命、招人喜欢的姑娘没有那么多无奈感。是，这就是我们以前有做过一档节目，就是这种要我们给女明星写稿，让女明星讲段子的这样一个节目。其实大家的故事也都很好，就所有人都非常努力去写，然后这些女明星也是很认真的讲了啊，其实讲的也很好，就他们作为演员自己，比如说这个台词的把握，他们的努力程度都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他不成立的地方就在于，观众不相信美女的痛苦。对，观众觉得啊，他怎么可能呢？有什么痛苦是你的美貌解决不了的吗？这就是大家对在这个颜值即正义的时代，对，就是美女很难真的去搞笑，就是因为大家就觉得美貌至上，你的美貌能帮你抚平你生活中所有的伤痕。你想象一下，袅袅站在那儿，她随便说点什么，对，说自己生活中的各种无能为力，对，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笑。但是如果换成一个大美女在那儿讲，确实是不可信。在网上不是有一些说是那个玛丽莲梦露说的名人名言吗？就是特别智慧的，你不知道相不相信是他说的。比如说这个荣誉啊，虽然非常好，但是不能在一个星期五的夜晚带给你温暖，或者说你可以什么都得到，不能同时得到。我的天哪，如果这个真的是他这么智慧，我就觉得他简直是被他的美貌所耽误了。梦露是超级聪明的，而且梦露在那个片场，比如说她不演戏的时候，她一直在看书，否则她也怎么可能嫁那个阿斯米勒呢？阿斯米勒也看不上，阿斯米勒也不是说完全娶个花瓶的，但梦露有非常严重的那个精神上的那种，就是各种疾病的，其实，这种其实一方面也是聪明造成，一方面也是就是压力大造成的。但是我们在就是影视剧里面，这个女主角能我们选一个就是其貌不扬，然后有各种窘境的，我们看得到。就国产剧还真的是挺少的，像三个广告牌里面的坑嫂，不就是有属于那种就很强悍的。我们写电视剧的时候，比如说就很少给35岁以上的女性那个荧幕份额了，所以这次那个爱情神话被做得很好，是因为突然好像我们有了一方中年女性演员，就是平均年龄相对到40岁左右的还能活跃在舞台上，而且就是还挺美的，不像就是以前就是35岁以上的女主一出现的话，就是好像已经被生活打败的，已经千疮百孔的样子。郭老师，侬没小人啊？没呀。一个女人搿辈子没小人是勿完整哎，搿么是骗局的呀，跟我也好比的呀。喏，一个女人搿辈子没蹬脱过100个男人是勿完整的。一个女人搿辈子没赚到过100万也是勿完整的。一个女人搿辈子没为自家活过也是勿完整的。一个女人搿辈子没浪迹过天涯也是勿完整。对呀，来胖姐，来没走了有了，要造反了。一个女人搿辈子没造过反是勿完整。好了，提到造反就算了。整个就是说影视剧来说，就是说中年男演员能出彩的很多。包括比如说这次狂飙会那么就是，但是女性的就是中年女演员的那个场域真的很低。那你跟那些编剧有交流吗？他们有没有聊过这个事儿？我很少跟编剧交流。我觉得刚刚聊到爱情神话，它之所以能够让中年女性在荧幕上呈现出一个中年女性该有的这种不管是智识还是她的美丽啊，这些还是因为她导演编剧都是一个因为邵艺辉是对啊90年的，对，她是她自己生活里就是一个非常支持女性的各种发展的一个人，她自己也是一点点自己把剧本写出来然后拍出来，而且她也经历了很多挫折的。是对，因为她自己本身就是非常在意就是女性成长，其实就是你女性进军各种领域，你的实力越来越强，虽然我们不是说非要慕强啊，但是说你如果在这个领域你连存都不存在，你就更不可能发生，你哪怕一开始你是少数呢，慢慢你成为了可能半数之后你成为多数，那你能掌控的我觉得就是你能表达的东西就更多了。当脱口秀演员女的我觉得真的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儿。因为你得特别放得下自己。我敢把我男的也得放下自己，那男的容易多了，就是我敢把我自己当成一笑话，男的有传统，让所有的人把我当笑话这件事儿，男的可以，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都有一两个男活宝，女孩子很少有能愿意别人把自己当个笑话的，然后你要不然就是自嘲攻击自己，
把自己活成笑话，要不然就是攻击别人，你嘲笑别人，嘲笑别人的结果就是别人打你。对，杨丽不就是干这事儿吗？就是这遭遇吗？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不敢接。没有。但是冒犯本来就是笑的本质嘛。是啊，他不就是站在台上带着一帮人一起说别人的坏话，要么说自己的，要么说别人的嘛，要么说前任的嘛。啊，对，你的前任也是别人啊。如果大家站在一起赞美谁，绝对没有人笑。所以你一定得是大家一起吐槽一个什么东西。刘宇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就说检验友谊的最高标准就是能否在一起说别人的坏话。这不是王朔说的吗？我觉得是。但是这个可以在私下里是没有问题的，在公共场域当中，对啊，一个女孩敢接受就是攻击别人，这个是多么不淑女、不端庄的行为啊！然后拿自己开涮，这是多么不漂亮、不端庄的行为啊！也只能拿自己开涮。对，就是打破传统女性气质嘛。所以不容易嘛，所以女脱口秀演员不容易，所以女喜剧演员不容易。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还是存在着这么一个，你要有事业线，也要有回归线那种感觉，就是你哎，对，你要独立，又不能太独立。你比如说，我上次看一个报道讲，就是有一个印度裔的女的那个 CEO 是拯救那个百事可乐公司的嘛，她妈还跟她说，你回家。去超市买菜还是你要干的事儿，哦，但你可以认为他妈很封建，但与此同时，你可能认为他妈甚至也很智慧，嗯啊，就是现实的生活，你要是哦要去适应是吧？你看你皱眉头，他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你如果选择了你要有家庭要有什么，你是不是你就是这跟回归现实在那儿？你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爱情神话里面啊，你说哎呀女的也可以出轨了，我告诉你他叫。发生了，但是这个戏里面他是被谴责了嘛？那是，对吧？对，他被离婚了呀。你包括这个，像这个《V 经济》里面啊，这个人写的就是说，他这个年纪，他写了很多。他说他对于一些歌里面啊，或者是诗里面讲的这个情欲啊，什么漫山的火焰燃烧起来，他说这个我这个年龄就觉得完全懂，而我女儿的年龄就十几岁、二十几岁，他们还不懂，他就很得意的说这些。可是他还会在里面不断的说，他从来没有背叛过他老公，就等等，还是有一根线在那里的。是不是女的还是不能无法无天？人类都不能无法无天吧？这个对吧？人类还是有一些基础的规则要遵守的呀。哎，这么说，我倒有一个非常乐观的想法。我觉得，你看，我们看影视剧哈，最早其实是男人在欣赏女人，就是男人的目光是主人。您是吗？对，所以影视剧里边都要有非常漂亮的、非常温柔的、非常可爱的女性角色，她是适应主流观众的欣赏趣味的。然后那一天走到今天，其实已经变了。你知道影视剧里边有女性角色都不招人喜欢了，都必须得是男性角色。为什么？主流观众群是女的了，女的喜欢看男的，所以现在所有招人喜欢的角色都得是男的，所以现在是女性在观赏男性了，这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觉得再往前走，这两年我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女性，尤其是都市女性，她们对自我认知这件事情特别敏感。嗯，她们特别喜欢分析、认识自己的人生。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再过几年，因为创作一定比现实滞后，所以几年之后很可能就是那种表达女性生存处境。问题、成长之类的这一类主题的影视剧可能会出现很多，而且现在好多中年女演员都非常发愁，因为没戏，都是年轻小花瓶，特别优秀的演员像周迅那样的演员到中年都能没戏可演。但是我觉得再过几年，可能优秀的中年女演员会有很多活干，因为中国的城市女性到了要认知自己的时候了。有那么乐观吗？这也得女性编剧发力啊，因为男性编剧是写不出能够反映女性奋斗、女性成长所有生活里面对的诸多鸡零琐碎的问题，然后成长起来这样的路线，其实你就得女性编剧自己去把它写出来。你说的对呀，就靠咱们了。但是没有那么乐观吧？在2006年的时候，好像您还说对于国产剧觉得马上要荣耀全亚洲了，后来又觉得好像对对对，我这个是自己打自己好几次嘴巴了。在那个2000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要起飞了，然后到2009年的时候，那个完全爆棚，因为那一年那个《潜伏》《人间正道》，包括《我的团长》《我的团》同一年出来的嘛，我觉得这我们的大年嘛。那时候我觉得就中国电影、中国影视剧马上要把好莱坞干掉了，然后马上就一个《潜伏》红了以后，出现100个《潜伏》，然后就一直这个上上下下的在起伏嘛。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的中国女性剧可以起来哦，但是。也不可能说依靠就现在我们有女性观众凝视男性的这种
好像权利的，我们就可以起来。我觉得还没那么乐观。就是其实刚才小鹿的那个苦闷说，你给人家说脱口秀，但是生活中有那么多被约束着、被困扰着的人，他们并不能从你那儿得到快乐。其实我就想，无所谓，无所谓。你救不了，你救不了所有的人，你带给不了所有的人快乐，但是你在那儿，这就是一个价值。就是你看这里有什么，这里有说脱口秀的，男孩在说，女孩在说，那儿有开演唱会的，男孩在唱，女孩在唱，就像杨紫琼得奖一样的，得奖本身的意义大于他的电影的意义。就是那么多元的生活方式存在在那儿，而且男孩可以这样，女孩也可以这样，这就行了。我觉得对很多很多的还没有走到这个环境里边的人，女孩子来说，这就已经是足够大的希望、目标、力量和依据了。哎，刚才张悦老师说的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有两个小侄女嘛，我今年过年回家，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两个小孩，姐姐啊，她经常逗妹妹，然后她经常会问她的妹妹，我搞不搞笑？他会问这样的话，那就已经成了一种新的一种价值观了。对，他就是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他问妹妹我搞不搞笑，然后妹妹笑得很开心，然后他就很有满足感，然后我们也会夸他搞笑。我就觉得这其实确实是一个，真的是，要不然以往的女孩只会问我可不可爱，哎，怎么会问我搞不搞笑？不过这个也跟那个短视频有关系，不倒是不完全那个脱口秀，就是现在整个短视频那个出来以后，就喜剧为王了嘛。大家就是因为首先就整个社会对快乐的需求嘛，其次就是我觉得确实是，哎，居然可以开始出现搞笑成为了孩子身上一个优点，因为我们这一代是不可能存在说你身上的优点是搞笑的，尤其是女孩一搞笑，人家会觉得她二百五。但是幽默主要是把男孩都变成哥们儿嘛，是幽默确实嘛，就是一直以来幽默，因为幽默这个东西它是一定是反传统女性气质的，因为幽默里面它代表了你智力。因为幽默其实是你这整合信息的能力，你如果要把别人逗笑，那你一定要比别人想得更快，想得可能更机灵一点。那他首先在智力上，他就是等于他等于在智力上，至少在当场的时候，在那一刻他的智力上是领先于其他人的。有没有男观众给你喝彩的？从来没有啊，不可能。就是，男观众喝彩是他觉得好笑开心，但是没有下一步了。而女观众对于男性脱口秀演员的喜欢是给有下一步的，就男观众 你期待什么样的下一步呢？对，下一步那可能就是比如说女观众对于男脱口秀演员的欢呼喜爱，他下一步会考，如果他单身的话是不是可以谈个恋爱，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男观众对于我所有的这种喜爱都是小鹿不错，加油。那说不定人心里也在默默喜欢你呢。对，是，对呀，啊，就是，但加油，不付诸行动。对，就是这个。但我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能力都非得转化为这个婚恋市场上啊。但是我的意思，它现状就是这样，就是你的幽默，它会隔开很多你的可能，就是恋爱关可能发展的恋爱关系。但是对于男性来说，是增加他魅力的。幽默它不是性感的东西，不性感吗？难道不就他的这个那个概念延伸下来，就是说对女性来说，在女性身上的幽默，它不是一个性感的东西。你那么幽默，我有吗？幽默的。你的文章被人称为就是你这个毛尖体，人家不是还要开研讨会的吗？我那个刚开始写专栏的时候，有，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我男女嘛，就我自己也比较喜欢我在中性的位置上写作嘛，所以我收到过好多那个情书的，但是都是女孩子，都是女孩子嘛，都是以为是男，人家以为我是男的，对，而且那时候我的华东师大专门还给我设了一个就是毛尖收信专柜一样的，那时候就信来就一代一代的来的，你那是几十年代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开始在香港信报写专栏嘛，就有一段时间同时在十个报纸写专栏，所以到时候可能看到我的专栏。那时候确实还蛮喜欢用中性的感觉去写文章的，我特别怕人家把我叫成小女人散文这种小女人文章啊。言谈举止中可能有时候就是在用第一人称的时候，就是说特别让人家就不知道男女，所以好长一段时间就一直有人给我写情书，其实也不是情书了，就是直接征婚兮兮的，所以搞得那个我们华东师大那个收发室专门给我弄了个柜子，看到毛巾就把信的扔过去。因为我自己有一次去拿，就看到那个老头说又是毛巾的，咔，这个信扔过去啊。那些女孩是把您误解成为男人了，哈，然后她就爱这个很智慧的男人，是怎么？她觉得你蛮好玩的，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写文章基本上是也是针砭时事的嘛，所以可能蛮受文艺女青年喜欢的。对，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看见特别智慧的文章？特别聪明的人就本能的认为他一定是个男性，
2002-2003年左右，大家还不是那么像现在这样，就是会比较激情的表达，还是蛮含蓄的。相对来说，比如说约，我觉得约我最多的就是约我打乒乓球、打篮球的，就是他的那个幽默伴着。就刚才你说像小刀一样的，因为我的名字也比较男性嘛，准确锐利，对，刀刀毙命，这个背后是理性，是高智商，这个东西一定不会让男性把你当成一个可爱的女孩那样。觉得有威胁吗？是的，就是男性会觉得有威胁，就是因为他让你弹开干哥们嘛，对，他并不一定要引发那种就是说情感上的特别关联。是欣赏的，男性还是会欣赏的。女孩子还把他们的那个喜欢的刘德华照片寄给我，把他们喜欢的那时候四大天王照片，我收到好多四大天王的照片。为什么？哎，他们就是把我想象成刘德华这种。那你都怎么回啊？我不回的什么回啊？还一封封的回， 好多呢。毛巾性别女，然后回回去。因为这个蛮好的，在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写作都是匿名的嘛，他没有说括弧女毛巾这样的，所以很多人会把你当成是个男性来。但是挺美好的，就挺美好的，蛮美好的。那有没有人跟您说过，就是啊，我现在知道了，原来您是女的，我以为你是个男的，但我依然喜欢。所以现在我没有没有从来。当然，我后来其实也没那么认真的去看，我也因为太多了，就是还。就有一次就一麻袋的来，就那么多。那当所有的人，其实现在人们都知道您是女的了，那会不会就有一些男的给你写情书呢？现在很少了。那就是有，以前有吗？有啊，我有一次就收到过一个男的，就是就比较失望的一封情书啊，就是他觉得就是说，他说我看你文章写得很性感的，他说没想到见面就是说人还蛮贤妻良母的，对我整个就是一种巨大的打击哦，我那就觉得好像自己好像被贤妻良母这个词给毁灭掉了。什么叫做蛮贤妻良母的？他但是因为见面做活动吧，他那个可能我在。那个做活动的时候就是讲了自己怎么在照顾孩子啊怎么等等，他因为我那时候写很多在万象上写文章，比如说我会写到很多同性恋啊等等，写到那些出轨的女孩啊，写到很多那种就是说比较暴力的女孩，甚至啊人家会觉得你好像比较离经叛俗，然后这见面后发现就是说你好像还在谈孩子的那个尿布问题啊，马上就对你很失望，觉得你应该是一个类似这种穿着皮衣皮裤的这种的啊，身上穿着无数个洞，挂着很多的环子，抹着紫嘴唇的人。然后结果一见面特别贤淑，戴着个眼镜，穿着白汗衫，女老师。就是那种就特别特别毁灭，对他来说，觉得你还没有抛夫弃子。然后他还给寄了一本那个沙冈的书给我，就是那就是觉得好像这沙冈才是应该是你跟你过的人生哦。所以玛格丽特杜拉，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后来我会一直觉得，就是说我自己会更愿意在生活中那种就是所谓的 settle down 啊，就这个我觉得也跟这些经历有关系的。我觉得在生活中那个其实。沉浸下来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和能力啊！包括前面你讲到的那些去做妇科，就是被挂在那里啊。你们这一代女孩子会觉得很耻辱啊，其实对我们这一代女孩子来说没有什么呀，真的没有什么呀，因为我们那时候就体检都是这样的，医生的进来的排着进队，就说单位体检，单位体检，然后就是一起脱掉这样的，就我们都脱掉，然后因为觉得在集体生活中啊，可能我们已经被养成了一种就是说荣辱与共感吧，就是说。那个耻辱也是一样耻辱，也没有特别怎么样的。但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段子是男的说得出口，你说不出口用吗？就女性的幽默有禁忌吗？那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的吧，就男性的那个就是更容易涉黄吧。我不觉得，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个喜剧技巧的问题而已。就是如果你喜剧技巧够，你比如说你所谓涉黄，其实就是跟性相关的段子嘛，这是个基础的人类共鸣，这也没有什么好说它高它低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禁忌的，我是觉得只要一个东西我觉得它里面包含的点是好笑的，我就特别愿意去尝试，我不觉得会有。你会考虑那个就是有些话太冒犯说出去会得罪人，别人会追着你骂。你被骂过吗？肯定被骂过呀，谁都会被骂过。那你会因此缩回来一点吗？其实我觉得是个成长的过程，就当你一开始被骂的时候，你确实会非常烦躁，然后你也会去自我怀疑，会想说是不是我的东西真的有问题，所以你就自由了。就对，我就觉得我去坚持我自己认为好笑的表达，我们都是一些好笑的偏见，我只是一个好笑的人说的东西，哎，如果你觉得也好笑，觉得哎还有这么奇怪的角度说这么荒诞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我的作用就达到了。你们这个脱口秀界不是有个黄阿丽吗？那阿丽旺吗？他不是尺度很大的嘛，说很多笑话，这样子就是她怀孕大着肚子在台上都说笑话，说什么就是我觉得女的还开这种玩笑，居然可以就是开她自己孩子的玩笑，比如她说啊我在这里说话，你们会问我谁在家里照顾孩子啊，
我告诉你们，电视机在照顾我的孩子，而且窗还开着，我在五楼。就这种，就一个妈能说出这种，就是她还有很多尺度特别大的，我觉得男的都不一定说得出来。但是最近她不是那个离婚了嘛，哎，我就奇了怪了，大家也会觉得，哎呀，就会为感觉很惋惜，就是没有在公序良俗里头。然后她妈妈就说，你不能等我死了再离婚吗？说我一天接到100万次电话，说我被羞辱了100万次。啊，对，他这个离婚，其实他在之前他出了第三个专场，第三个专场里面的内容就一直在讲他的婚姻太完蛋了。但不是人家觉得这个是个笑话吗？你不能当真吧？他真实的情况就是婚姻里面他非常的无聊，他只是用喜剧的方式表达出来。然后那个专场刚推出没多久，他就离婚了。他应该是为了避免出轨直接离婚再谈恋爱去了。对，然后他现在在美国，整个他已经又开始一个新的专场了。然后他新的专场里面，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朋友去听了嘛，就是他的新专场讲的就是自己作为一个单身有钱的女性，现在谈恋爱多么的快乐，积累了新的素材。对 对, 对，我记得他最有名的一个是说，当人家有一个女总裁在那儿写本书，说女的要向前一步，就说女的应该要怎么去努力工作。他的话叫我们干嘛呀？他说好几千年了，我们一直让男的冲在前面，为什么我们要往前冲呢？说我们应该往后靠。就我发现他有一个什么，他就是会用这个性别用得很自如，他没有条条框框。哎，我你们说我女的的这种弱势各种，我在用它，就像这个上野千鹤子他们讲到一个叫女装的问题嘛，他说有的时候我就穿得很女，是为了应对媒体的。然后说就是当中有个人说到他在就有一段时间里面有很多这个文艺男嘛会追他，或者说有点这个骚扰他。他说我怎么来对付他们呢？我就给他们看我背很贵的包，吓死他们。就他会用这个东西，他说你要有清醒的意识，我怎么在用这个东西，这也是你的武器。偏见，对女性的偏见也是你的武器。他们都很清楚规则是什么啊？对，利用这个规则。然后他们在想，我是淘气着用还是刻板着用？那你刚刚讲黄阿丽那个，她不是中间对她说了一个，就是什么向前一步，我才不要向前一步，我要躺下。对，就是让他们去干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做独立女性？躺下多舒服。然后她讲了很多这些她很想躺下的事情。最后，其实她的大底是反转。她根本没躺呀，她躺不下，因为她靠不上她老公。她以为那是一个哈佛商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她可以抓住他这辈子就躺下了。结果那个男的所有的那个贷款，他们家房贷现在还是他在还。就是男性最后变成他的负资产。哎，对对对。哎，我这么多年采访女性，我觉得我碰到过无数个这样的女人，就是一辈子都怀着要躺下让老公照顾自己和养活自己的梦想，怀着这个梦想辛苦了一辈子。背着家，背着老公，然后一直都希望是老公背着自己，就这样一生就过去了。然后对他到最后都说，都在说那个，我们还是作为一个女人，我还是希望能够怎样怎样。我说那你得到过吗？没有。让人痛苦的是希望。你这辈子被照顾过吗？没有。你这辈子靠什么活过来的？我自己活过来的。但是我们是女人呀，我们还是希望怎样怎样。就他的步伐已经走前面了，脑子还在后面，是吧？就是怀着一颗破碎的心，继续梦想。这他这个真是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行动上全都独立女性了，就是思维上还是在想着我好像我所有做这些只是为了有一天我能靠着。其实回过头来想，我觉得小鹿刚才说的那个愤怒不能接受，其实它衍生出来的不是幽默，它衍生出来的是怒火，倒是我们说的那个接纳的态度。嗨，一生也就那么回事儿吧，他也不容易，一辈子就是这么过的。那些蒙头蒙脑、乱掀帘子、乱撞的人民群众，也一辈子也就是这么过的，就这么回事儿吧，都能接受。反而是这个态度衍生幽默。但我因为他接纳和看开了。对，但我态度就无奈。对对对，我的态度不一样，就是因为所有喜剧的东西其实都是小题大做，就是如果一个东西刚才全部是小题大做，对对，也可能是大题小做。我最近看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就在讲他们家的悲惨历史，一个黑人嘛，就讲他祖上多少代，然后就这个女性都被出轨，然后说爸爸在外头就有20几个孩子之类的，反正就很乱，各种各样。他就说你知道，但他是个大题小做，就是他说出来很轻易。然后反正我这么一想，觉得大题小做的喜剧一定更有力量，背后藏着更大的悲凉，然后比小题大做厉害。然后他就说一句，那小题大做说明生活的还挺好的。对，他对了对了。然后他就说，你知道被出轨的女人比你们想象当中更安静。就这么一句话，你觉得你是想笑还是想哭？想哭吧。哭笑不得。对。
对，反正我刚刚的一个感觉是，因为像喜剧的东西，就是如果你我理性的角度，我什么都可以理解。理性的角度，我当然知道医生有他的无奈，医生肯定有他忙的地方，谁上班不看手机？我当然知道，谁都不知道医院的规矩，他当时随便就拉开帘子就进来了。但是如果所有东西，比如说你都消解了，你都 OK 了，那确实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那你就忽略了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你真实存在的愤怒和生气。像刚刚老师说的，就是妇科，你说哎，妇科这个东西这不算什么，但是皇帝得痔疮他也疼。就是不是说他的生活很好了，这个痛苦他就不是痛苦了，他依然是痛苦。我觉得只要是痛苦，他只要你自己真实感受到的痛苦，他就是可以言说的。当然，对，对，就是我是觉得那个就是痛苦要还是痛苦的时候，他就只是痛苦。但如果痛苦是个笑话的时候，他就脱口秀。啊，对，他对，就是你痛苦加上时间加喜剧技巧嘛。嗯，他就会成为。这还有公式的。哎，痛苦加时间加喜剧技巧，他才会成为段子，不然就是祥林嫂呀。嗯，对吧，这个就像那个失恋的事情一样的，就是说你刚刚失恋你没法讲的，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当你能够讲述的时候，这个男人已经从你生活中，对，这个女人已经从你生活中撤出。对的，你要从那个废墟上站起来。站起来。你还在那个废墟里，那就是祥林嫂的一生嘛。嗯。那个已经过世的那个日本老演员叫树木希林。树木希林。那树木希林说话都很幽默的呀，就是。树木希林她一辈子也不离婚啊，她老公那么对她。都是啊，都是这，就是生活中就是。但是他们并不生活在一起。就是好像说他爱上一个男人，男人是混蛋，那他一辈子都不离婚，还跟那人那个男人耗着。但事实上我觉得他的了不起就在于，不管那个男人多混蛋，他都从未泯灭过爱，他到死都爱那个混蛋。我觉得这是特别厉害的女人。第二，虽然他爱这个男人，他这辈子没指望过这个男人，从不指着。他自己养活自己，自己照顾自己，哪怕自己得了绝症，他癌症之后还在工作，然后生活中是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开着车上下班，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也没有企图得到那个男人对他的任何的照料和养活。他甚至于对任何人也都是这样，好像当时那个导演就是说要那个失之愈合说要去看他嘛，他就说他也是我已经生癌症了，就是意思说我的状况会越来越惨。他演小偷家族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是个状态了。对，我看他那个样子，就是中国的演员比他小得多的明星身后得跟着六个助理出去工作的时候，树木希林那么大岁数，那么大的国宝级的演员，然后而且已经癌症都转移了，对啊，他一直在工作，他天天上下班自己开车，没有助理在后头给他扛东西伺候他。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喜欢你说的这一段，就是这个就是女性的力量。对呀，啊，女性的力量。男人到那个地步早就崩溃掉了，但是树木希林真的是做到了。她多自立啊，她这个自立我觉得她真是女性典范。而她比一般的自立的女人，因为很多女性实在是泯灭了对男性的情感，我们就只好自己坚强的在这儿站着。树木希林却至死不泯灭。但她没有泯灭啊，她一直至死爱个混蛋男的。所以这我才是觉得她生命力何等旺盛啊。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现在一直对我们自己的文艺不满意啊，比如说就是说就太多的爱了，就最后就是说也不是说太多的爱，最后总是用爱收场，包括就是瞬息全宇宙最后也是用爱收场的，然后让那个男人来抒情啊，让那个男人来抒情，比如说如果再给我另外一个宇宙，我也愿意就跟你一起开那个洗衣店，一起跟你计算那个税收这样的来抒情。现在什么什么所谓的女性剧也好啊，女性成长剧也好啊，大女主剧也好，最后都是用爱来收场的。那像树木希林这样的一种状态真的太少了。这个女的怎么不跟这个渣男离婚？你没法拿这种公式去套她。对对对对，她爱她呀，她怎么渣的都爱她，这多好啊！这是力量吗？是的，而且那有多少爱才能包得住那样的渣呀？说明她有很多很多的爱，生命力很远，就是充沛啊，元气凌厉啊。这个我觉得，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很缺少这种就是这么有元气的女性哦。因为他这个经历是不可复制，就你没法说他这个好我就用在某个模式去给他，没有，这就是他。你不能说他这个好我们就推广这个，不具有这个，不具有。但是他依然有具有价值，依然有推广性的。我们整个就是社会也好啊，文艺也好啊，就各种那个剧场都在鼓励那种就是说那种软不拉几的粉嘟嘟的爱，那个，甜死你，就对，就是太齁了，就是整个大家都在那个糖葫芦剧啊，都在那种就是耍甜甜圈啊，这类叫甜宠。我听到这两个词都觉得腻发慌。哎，对，说到甜宠，我想起来，就是今年的奥斯卡的提名影片里边有一个叫《悲情三角》的，不是个男女故事的片子哈，
但是其中里边有一个小细节我特别喜欢，就是一个小伙子追一个著名女模特。哦，他俩是在一起的吧？对呀，他跟那个女模特一起去吃饭，一开始嘛，刚跟那女模特好上，去吃饭，然后那个场景，我觉得在我们的文艺作品里不太可能出现，我开始很诧异，就是吃到最后的时候，这男的就开始掉脸子，然后就开始问那女的说：“你怎么不结账啊？”然后那个女的就说：“啊，我没注意。”男的就说：“昨天吃饭就是我请的你。”你当时说了明天你要回请我，为什么今天你不结？然后那女的就说：“哦哦，我没注意要结账。”你怎么没注意啊？人家都把账单拿来了，账单都搁桌上了，你没看见呀？然后那女的说：“我没看见。”你怎么可能没看见呀？那服务员拿着账单往这儿搁的时候，你没看见呀？我没看见。那你既然昨天说了要你结，你请我，今天就应该你请我。女的说：“好好好，那咱别为这事儿吵了，我请你。”然后就拿现金，拿出来之后发现自己带的现金不够，数了数不够，放回去了，拿卡结吧。结果那女的卡还出了问题，还刷不出钱来，然后就非常尴尬。男的就发火，他们已经是恋人关系了吗？刚开始约会，一饭馆的人都在看他们，然后这个女的就非常挂不住，对男的说：“你可真够财迷的，就是你至于吗？为了一顿饭钱，你跟我这样。”然后这个男的就嚷嚷，就说：“那个，这就不是一顿饭的事儿，这就不是这点钱的事儿，我就不是财迷。”我觉得就是你看到这儿的时候，全中国人民都不能理解，哪有男的跟女的约会可以这样的？最后没办法，还是男的拿卡刷了，刷完之后还不依不饶，说的那个：“你不是带现金了吗？你那个现金虽然不够付的哈，我拿我的卡刷了，但是你至少可以把你现在的现金给我呀。我”你又不给我，你又装回到钱包里面去了。就这男的所有的表达都特别过分。后来这个男的说的话我就非常理解和深深的共情。那男的说：“我是实心实意的跟你交往，我是喜欢你，真想跟你约会，所以我想知道你也是这样，我不愿意让我觉得你在利用我，就是蹭吃蹭喝占男人便宜耍花枪混混男人，我希望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是互相尊重的，所以这个不是钱的事儿。”然后那个女的也被逼的就说了两句实话，就说：“嗨，说我这人吧就这样，那个我特别会操控人，我这几乎是本能。”他说：“其实我看见刚才他放那个单子了，就几乎是本能。对，就是我也对那女的来说，我也不是舍不得钱，但是我一定是习惯于这样做，操控着男人替我服务的啊。我这个人控制欲是挺强的，我经常下意识的控制别人。”当女的说出这种话的时候，男的特别高兴，说：“可以了，可以了，没问题，实心实心是真实了。”为什么？你现探清楚了？不是，现在是实心实意的交往了。哦，现在你在跟我说心里话了，你在跟我坦诚你的个性上的弱点了，这才是两个人平等交往的过程。现在就没问题了。我花饭钱也没有问题了。我采访的时候碰到过多少次男的吐槽，说他们在生活中总是碰到这种说是叫对象跟他交往，他也不知道人家看得上他还是看不上他，总要交往一段时间吧，每次约会要吃一个不便宜的饭，肯定是男的请女的吃，然后出去逛街，女的表示一喜欢什么，男的得给买吧，然后这么弄了几次之后呢，他说不断的饭钱，不断的饭钱，不断的买连衣裙买围巾，我就挣那么点钱，人家没有要跟你走向最后的啊走下的意愿，投资回报你一直在投，然后你就受不了了。他们的那个困境，我一下就想起那些男人，我就觉得如果大家都能有勇气的坦诚的像这个男孩这样。我先补一个信息，就是他们俩这对模特，他俩还有一个差异，因为在模特界女模特工资是比男模高的嘛。对，而且是他女朋友已经是个名模了，是的，就他的收入其实比他男朋友是高出一大截的。我是感觉好像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这个争论才有一定的可能性发生啊。对，你们交往是这样的吗？我跟我男朋友吗？对，和你对，还有你认识的就是所有男朋友你的女性的对，就是 date 的时候到底谁付钱？我自己反正是一直 AA 的，
因为我好像从小就有点就是有点不太愿意欠着别人，尤其是比如说一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或者要么就是你付一顿我付一顿，我一直都是这样一个心态，就是我不是利用你，你也不是利用我，就是我们俩之间就像刚刚张老师说的，就是实心实意的，我们为了感情往下走，我觉得在这个金钱上要实现这个平衡。那太不浪漫了吧，被浪漫弄坏的定义。对，我觉得浪漫就像我们现在学生，他们有时候会来跟我说，他说老师，那个昨天发生一个很浪漫的事情。我知道这个肯定所谓的浪漫就是说有个女生收到了，又给他送玫瑰，又送了，而且是送了999朵类似以上的那个玫瑰的，就然后就有一次就是学生觉得特别浪漫，有一个男生就把我们华东师大所有的树给寄了一个黄丝带，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太浪漫了。就是说现在就浪漫就是你要你说的，就是说要男生付钱，要就一种要付很多的钱，要吃的很贵，不顾代价，无节制的，就是说超出他个人能力的，超出他认知能力的那种英雄的付出才叫浪漫。所以就是看重仪式化，超过看重实质的情感。对对对 对, 对，其实浪漫的本质就是浪费嘛。嗯嗯，对，我愿不愿意往你，本来这个事情就这么点成本就可以搞定的，不，我要搞1000倍的成本，我要搞1000倍的时间来实现这么一点本质的东西。基本上的规律是，所有那个把精力放在浪漫上的，最后都是无法面对和适应普通的现实生活的。对对对对。但我们现在就是影视剧都很鼓励这种东西嘛，我们现在影视剧都弄得就是很有仪式感，什么一个男的带多少东西来到女的门口，要唱歌了，要唱就唱整夜的歌，就是带衣服嘛就带一箱，类似这种啊，就影视剧现在都是度量衡完全失衡嘛，就像那个我们现在通货膨胀一样的。是，我觉得这是创作者无能的表现。因为编仪式是容易的，抛掉仪式感，在普通的现实生活中表达出深刻的情感和饱满的这个爱是非常难表达的。就是，请回答1988表达的挺好的吧？那个哦，对对，那个特别好，那个太好了，那个就是在没有什么浪费的，就是平平实实的生活特别好表达爱，嗯。他们吃的每一顿饭都觉得挺好吃的，虽然他吃的都是那个很简单的食物，对对对，大部分时候都在煮方便面。对对对对对，打折的时候买回来的菜。对对，你看他妈妈做的那些那个海鲜，就觉得特别好吃，但是他就是就每一颗都自己挑，然后给家人做。就米兰昆德拉不是说的吗？就是热情洋溢的风格背后掩盖着枯燥的心灵，就是你越声势浩大的这种爱，可能他最后我需要靠仪式撑起来。因为如果我直面你的时候还背地发现哎其实也没那么爱是吧，不对，所以现在一参加那个小孩的婚礼，因为你知道婚礼设计的人现在婚礼都好多什么桥段啊，要拍片子吧，各种时空对话吧，现场各种热泪盈眶飞着过来，开始我还挺感动的，后来越玩越欢。对，现在很多就跟你奥运会开幕式似的，我就看着就心想你们俩可别不到一年就打起来了，就是这光这个还过得了日子吗？而且还很考验家长了，家长也得唱歌。我心里想，以后我儿子结婚，我的那个得唱歌了，太恐怖了。别结了吧，妈妈不想唱歌。对，现在你看那个王老师什么，就是你看他，你会觉得说啊，就大家可能不会马上想到性别，也不会马上想到年龄，是不是？现在有人大家在聊的一个中性感是这种感觉吗？其实我们四个好像都挺有中性感的呀。对哦，我们穿的衣服啊，就还蛮知识分子穿搭的，都是短头发，挺知识分子穿搭的吧？那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吧。就是当一个不管是对面的人是男是女，他在看你的时候，我觉得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人，而不是性别。我觉得像我自己一直有这个感觉，就是我从可能也是跟我以前做律师有关，或者是也不一定是跟做律师有关，就是我觉得我会习惯在穿着上，尤其是在面对更多人的时候，我会习惯往中性了走，就是因为我不太愿意被当做一个就是跟性相关的一个，或者跟性别相关的一个，就是你最好不要在意我是男是女，就是一个人站在这里跟你进行专业的对话，这是我自己一直比较喜欢的状态。但我之前有次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自己分析了一下我为什么一直在努力的避免性感，好像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你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散发出来所谓的对性魅力来实现一些，不管你能不能实现吧，你有这个动机，你有这个试探，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低了，我就想显着我没本事，对，就是我要用这么 low 的招吗？就这种感觉。对对对，我就想摆脱这个东西，不想从性别中获得红利。对对对，我就想摆脱自己身上这个跟性相关的概念，我就会一直努力的要屏蔽这些东西。就是跟理性、跟坚强、跟聪明、跟智慧、跟创造有关的东西，是男人身上的标签以及他们的优势。
而在漫长的历史里边，女性承担的不是社会角色，是家庭角色。家庭角色是繁衍，嗯，是照料，嗯，是本分啊。所以这部分标签是女性优势的标签啊。因此，女性要靠这个，就刚才你说的，要靠我这个性别身份来活下去，才能让一个男人养活我，让这个社会接纳我。这是传统对女性的定位。因此，今天的新一代女性就开始要反这个定位了吗？对对对，我不要所谓的性感，我不要靠这个生存，我可以用我的理性，用我的聪明，用我的能力生存。所以我就中性化了。对，现在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穿黑色，就感觉以及她整个外形什么的，你确实是会一眼打上去，她已经完全背离传统那种女性性感，就是凹凸有致这一类的。这事你还叫小鹿说，你自己交代交代，为什么穿黑色？不是，我在想一个事情啊，就你说这种中性感，我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嘛，我好像也不太在意这个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会反省，我觉得有时候你逃不开这种目光。我就在有一个场合啊，大家就反正看一个就演唱会，然后大家都聚到一起。哎，忽然间我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那一天晚上我是唯一的一个，就是我自己去的，别的在场的女的是谁谁的人，谁谁谁的人，虽然他们也很就是也很独立吧，但我是唯一一个我代表我自己去的女的，我就忽然间去感到了一种不舒适，就没有人让你不舒适，你知道吗？你就自己觉得不舒适，我就不辞而别了，我真的就逃走了。好像为什么好像孤军作战了，我觉得好像我存在没有合理性，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有一个比较肤浅的原因啊，我是感觉当一个人作为单独的一个人跟很多对情侣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自觉的是会很尴尬的。也不完全，那也有男的也是单身的，就你会突然会又掉到那个就被性别所凝视那种感觉里面。或许是我自己，就是、我觉得你怎么能代表你自己呢？对，或者就是我对我的性别，就是虽然说我有点比较麻木，但是好多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对这个事情非常自如，我还是要学习，还没有非常自如。对，说到那个穿搭哈，你看这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穿搭，指的是什么呀？都比较克制，简单，黑衣服、黑衬衫、白衬衫、灰衬衫，有点雌雄莫辨。他一定不强调那个性器官，他那个衣服一定不强调，比如说大胸，他是要宽松的，挡住一切。大屁股，这一定是不可以的。知识分子穿搭是没有这个的，他强调的是理性。我们是有头脑的，我们是靠头脑生存的，我们是不靠性器官生存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一个偏见，于是就有了那么一个词叫胸大无脑。说一个女的胸大就没脑子，对，其实是偏见。对，因为我觉得在我认识的女性里边，有好几位特别聪明、特别能干的女的胸很大，包括你自己，以及包括我吧，哪有这样主动的？我是一直藏起来的。但是大家为了抹杀靠性别特征生存这样的一个特质，就一定要把聪明女人给规范成性器官不明显。你去看电影里边，如果要演特别知识分子的、特别文艺范儿的女明星，单薄，都很单薄，都不能有胸。所以包括你看那个在西方笑话中，就是关于女性笑话中最多的一类关于女性笑话，就智商承担智商比较低的都是金发女郎，漂亮就意味着智商低。但是人家比如说你刚刚我们谈到玛丽莲梦露，人家就智商很高的，金发碧眼大胸，其实很聪明。为什么就是雌雄莫辨和中性还不是一个意思？中性这个概念其实是和中国革命有点相关性的，就是在历史美学上来看啊，就是说因为中国革命女性也是半边天嘛，男人能做的我们女人都能做，这个包括后来中国革命传到那个就是欧洲嘛，欧洲也新浪潮时代不也出现了一大批，当然虽然都是很漂亮，但是他们的打扮也是有点往中性走的，特别喜欢穿海魂衫，就那个时候，包括就戈达尔的电影中那个精疲力尽一出场，就郑希宝不穿的那个海魂衫兮兮的衣服嘛，就 T 恤啊，就是这个是和有一个美学浪潮，中性有一个美学浪潮的。雌雄同体是一个古已有之的一个人类学的概念，包括像荣格啊会去写文章讲雌是什么，雄是什么，那雌雄同体是个什么概念？那雌雄同体，我觉得它多少有点关乎我们对一种更崇高的东西、更美的东西的一种想象。包括我们会说 Virginia Woolf， 对，他就讲雌雄同体，包括他自己写那个小说《奥兰多》也是啊，就然后他说伟大的作家都是雌雄同体的，雌雄同体好像更关乎一种更最高级的美学，好像那个
中性的好像多少跟性格有点关系、嗯、对对对、跟气质有点关系、嗯、这样人生同体兼顾了男性的所有的优势和女性的所有的优势、嗯、而且由于他同时兼顾两个性别的优势的结果是他完全自足、嗯、他不需要依赖外边的世界他自己自足的以及他的那个我觉得他的那个同理心还有共情能力是其实阈值是更广的对啊对我们平时说男性的优势是他的理性女性的优势是感性当然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啊、嗯、但是是有这样的说法那一个雌雄同体的人他就同时既理性又感性、嗯、对啊而且雌雄同体在我们那种比如说在文艺上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张国荣了林青霞了那个张国荣演那个霸王别姬林青霞演那个东方不败、包括那个日本的那个天海佑希天海佑希包括就是说像尊龙所有的这些人都是那种就是说好像最高级人类嘛包括就是我们说的雌雄同体的最高的版本就是魂断威尼斯里面那个男孩、那个天使般的男孩、就是可以把男人弄死把女人全部干光的那种美啊就是他完全张老说的就自给自足你觉得是美学意义上的就是人类学意义上就是人类的终极 人类能进化的终极版本对对对就是那种家宝的脸对就是跟我们大家没关系它是人类中极少有的一种顶尖精英所存在的那个能力和特质跟我们没关系但是中性化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对一个普通人能做到的事情吗、那个古希腊的那个阿波罗神不就是这样吗他是男性的身体但是脸是俊美如女人的古希腊的神都是那样都是俊美如女人那不是很多家长也在焦虑男子气概男娘炮就是说怕孩子娘炮但我会越觉得就是说娘炮这个概念不是个贬义词就是他也可以从男性那里面释放出一点新的东西出来包括也同时在女性那里也释放一点新的东西出来但是娘炮绝对不是雌雄同体哦，雌雄同体是特别高级的是特别高级的一个概念对而所谓的娘炮我是觉得其实家长需要担心的不是说那个男孩是不是看上去特别的秀气看上去特别斯文他就是娘炮你还是看一看比如说你的孩子的性格他承受能力强不强他的共情能力强不强他到底有没有责任感啊？他是不是真的内心是勇敢的如果他把这些都做到了他外表再斯文再清秀有什么错呢对那不就是好看吗对但是如果他内在没有他内在的坚强没有他的责任没有那他外表假装粗豪又有什么意义呢对能看得出来现在的小孩讨厌家长讨厌说教这个讨厌说教讨厌权威我觉得家长真的要反思一下微信上的大量的那个就视频都是关于就是那个家长在辅导小孩被小孩那个反败为胜的反制的那种那个过程就是讨厌有人告诉你该怎么过吧对就有时候我看那网上有的人就告诉你独立女性该怎么样就不要结婚有的人告诉你要嫁人其实就说教你要这么嫁人的或说教你要去独立的都是同一种说教是的是其实独立女性有一万种样貌对他可能不结婚他可能早早就结了婚对他可能结了100次婚他也可能像树木心灵似的不管丈夫多渣都死活不结不离婚是独立女性根本不是说你谈不谈恋爱你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不是由这些事情来定义你是不是独立的 对吧不是那个上野千惠子也被人家爆出来说那个结婚了那又怎么样呢是吧好像他因为爆出来很多人会后悔似的不管他是情人关系还是夫妻关系我觉得这都一点都不影响他为什么不许独立女性结婚呢这是真是奇怪这个想法他是觉得我好容易抓住你的小辫子了哇、对啊原来有这么一个就特别居然喜欢男人现在娘位爹位都是很不好的词因为这个就意味着一种好像很腐朽的其实现在小孩就是会说人家爹位娘位的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他们确实就是说反抗那个父母的生活一方面其实他们已经过不上父母的生活了因为他们现在很多就是说一个工作也很难找然后就是说赚钱能力也没那么多然后觉得你们现在已经过上了我们其实想过的生活了他觉得再复制一下你的生活一个没有意思一个也过不上了现在是我们很多孩子那个大学毕业的孩子都找不到工作呀真的很难真的在啃老对他们来说其实心理压力非常重的还有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孩子有时候是什么他们的经历就比我们就是过去来说相对来说但简单太多了他们在元宇宙生活了呀比如说我在想我小时候有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会跟同学去看电影在外滩的一个电影院看上电影回来以后大家特别激动然后就一路走回家那时候住在那个普陀区嘛走回去我们故意没有坐公交车然后一路走啊聊啊就各种事儿啊哎呀聊得特别开心啊各种回到家然后爸爸妈妈在门口
就举着，真是举着棍子等着的，回家跪搓衣板打，已经报警了呀。那这个已经完全是两代。但是现在小孩你不可能不回家的，对对啊，现在多少人完全两代了。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第一次吃肯德基是我大学毕业啊，然后觉得那特别崇高啊，然后。那个、排在我前面的那个老头老太还拿了个锅、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肯德基这个东西是可以打包回来的，他们带了个锅，就在商量着买半个还是买一个，就对肯德基没概念嘛，因为是一只鸡是吗？因为是我们想象中的鸡是一种就刚过端上来的，那现在的孩子完全是就是和这个世界完全同步，他们经验和我们完全两样的。我九十年代初北京开的第一家麦当劳在王府井大街这么重要的地方，然后去了以后吃一个套餐，所有的人都吃一个套餐，一个套餐就是一个汉堡、一个小薯条和一杯可乐、其实要放在今天这个你一顿都未必吃得了，一定能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年大家那么缺吃的吃不饱、然后觉得很贵还吃不饱、然后就留下了这个东西特别高级的这样一个印象。对、后来有一天越吃不饱越真饥饿，越那个就、是各个层面上都是饿。然后有一天我接了一个活要给人家写一个电视连续剧、这可是要干大事业了、这要挣大钱了，是呢，我觉得这个必须得吃麦当劳、然后因为借了一个郊外的空房子、到里边去写、不会做饭了，因为要干大事业吃麦当劳，拿了一个大兜子去了王府井的麦当劳店，买了一网兜麦当劳的汉堡，然后背着这个兜子一辈子再也不要吃麦当劳，就去郊区。你知道几个星期不出门，冬天特别冷，也没有热，所有的那东西都是那个就是那些、都是冷的，都拧上了那些酱，哎呦，就是一天三顿吃麦当劳，对，吃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就这辈子也不想再吃了，麦当劳都吃完了。所以这个还蛮好，我都想起我那个吃上海不是最早那个开那个叫什么自助餐的时候要去尝试一下啊、小姐看我们就八个人觉得来的大生意哦，我们就进去做好。那时候第一家自助餐啊，它没有时间限制的，那我们那时候也真是无耻啊，吃饱了，然后旁边是中山公园嘛，我们到吃饱了以后到中山公园去溜达运动啊，然后饿了再去吃，还允许回来吃二轮吗？那时候就允许回来吃二轮啊，然后就去吃，我们吃了整整四个小时，后来就是过了一个礼拜去那个店门口贴了，就说只能最多吃两小时，我们就一直觉得、就因为你们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干的，把整个上海的就是自助餐给、原来是提前了两小时，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吧。你看我觉得就是我们上了点年纪的人，就是那时候因为就饿就有渴望、你好多事情在你的记忆里头就是有渴望、对，所以我说你怎么能要求现在的孩子。